我希望的我的作品能够让后人看到之后能够了解到黄埔军校创校一开始最原始的精神所在，让大家能够了解所有的精神意义到今年的黄埔九十年的传承精神。这次写这个小说，其实我想表达的是说，希望就是每个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能够回到生命最原本的本质，那他也许这个事情就会解决。看那个剧本，我看了几乎快三天才把它看完。我第一次等于是担任这样的工作，感觉非常荣幸。看到国军的官兵有这么丰富的创作力啊，也感觉很欣慰。三个评审呢一致认为这一次作品非常的不同。有很多呢是加入现在流行的元素，比如说很多篇都是写穿越的，啊，也有很多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军人这个角色，所以我们在评审过程里面呢，大家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文化艺术是一种借由各项艺文创作抒发情感、追寻理想的艺术活动。今年适逢黄埔建军九十周年及古宁头战役65周年，因此国军第48届文艺金像奖特别以正视史实、宣扬国军历史地位为主轴，在专业评审委员讨论下评选出美术、文字、音乐、多媒体等4类12项即70件得奖作品。在最后的决选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复杂，因为每一个评审所选出来的件数20件都不一样，然后不一样以后没关系呢，那每一个人要把他这选出来的20件全部要摊开来看啊，摊开来看，然后看看有没有互相认同的作品，再选出10件，10件再选出6件。所以说对于最后的金银铜或者优选的作品，它是非常公平啊，然后呢经过很多的讨论，我们非常的慎重来评审，那发现我们是评油画的，那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作品是非常有内容，不管是技术很好，而且它的内容也非常的高，所以很难得。我觉得发现国军啊，对于那种多媒体的一个应用能力，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哦。但我想微电影这个部分呢，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在于他怎么去讲一个故事，尤其在一个微电影它的一个限制，比如说时间，也许我们就有10分钟或者是5分钟的情况下，你怎么把一个故事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想这个是它最难的地方，也是最有挑战性的地方。空军一指部试装场，庄顺兴。国军第48届文艺金像奖颁奖典礼由国防部长严明颁奖表扬得奖者，肯定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的努力，并期勉国军官兵持续透过艺文创作具体展现军人武德文才兼备的精神与张力。国军多年来推动文艺工作，致力于文艺与武德武艺的结合，鼓励官兵眷属及退伍的8年内的这个后辈袍泽踊跃来从事创作，连接这个战斗与文艺，用艺术文学加上这些创意的处理，辛勤的耕耘，让我们国军的文艺园地滋长出非常丰硕的一些果实。从官兵袍泽的创作当中传递我们精神教育的光和热，凭借着长期的努力和成果的累积，孕育我们官兵深厚的人文素养，建立起我们国军的软实力。今年得奖作品，美术类将国军战斗艺术的真、善、美表露无遗；文字类则描述部队的军旅经验，字字句句记录着官兵陆力本务工作以及演训防救灾任务的奉献，音乐雄壮豪迈的军歌更唱出钢铁般的信念，鼓舞战斗意志。微电影及动画短片项目不断与时俱进地开展新的空间，展现多元创意。这次主要是描写103年敦睦支队他们来到澎湖这边，然后澎湖的陆海空三军一起迎娶开放，也很谢谢103年敦睦支队上面的学长姐学弟妹，
没有他们提供大量的素材，就没有这一篇新闻报道。今年是那个黄埔建军90周年，那所以我就有这个构思，就是把所有的那个陆军的部分，从以前到现在的军备，还有一些他们的就是精神，就把它画进去这样。因为我们在部队里面嘛，人家都说部队军歌是可以提振这个部队士气的。在这次的这个那个歌词类获奖的里面，有一首叫《勇士们》，然后让我印象很深刻，然后我就想要说借由这首曲子把我的理念给发挥出来。国军文艺运动的推展，迄今已于一甲子培养出无数优秀人才，每年的各项得奖作品不仅为历史做见证，也为柳营生活留下记录，更证明国军推行艺文工作的成果斐然，展现出国军的软实力，激励军民士气，发挥艺术创作的影响力，传承中华文化的内涵与价值。